的拍戏过程当中，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比较尴尬的戏？目前好像还没有，目前还没有，对吧？目前还没有，还没有一件会让我们两个人觉得很尴尬的。哦，其实是有一个片段了，就是，他躺我屁股上的时候，那个其实会两个人都有点小尴尬。对啊，对啊。但是其实就是试完戏之后就好了，就调了一下戏，就我们就哦很 OK， 其实进入状态，对，舒服，主要是你的屁股够柔软。这个。肯定是我更主动啊，对吧？是的，我就他变主动。对啊，在生活中可能我相对来说我也是比较一个主动的人，对。可能就是像生活中呢，我也是比较一个主动的人吧，对。所以其实在剧中，我们吴比跟苏雨其实互相主动吧，也不是说我单方面的去主动去那个。其实到了后面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好了，迅速上升了，然后其实两个人会都很主动。对，都会很关心彼此在做什么，发生了什么，去干了什么。对，当然，我觉得他是比较主动的吧，就是无论是从那个陪同一起上学啊，或者是干嘛的，觉得就让我觉得，哎，这男生给我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，觉得你们很像苏玉欧。那在拍戏的过程当中，你们在有什么快速的办法让自己进入在这个角色当中？说实话，其实我在片场，我觉得自己其实经常会很冷，就是感觉就是很安静，很不跟人家接触。其实我当时，因为我可能就是因为我可能习惯了，就是可能把自己融入到这个苏域了，所以可能大家可能觉得我。有时候觉得挺高冷，挺难接触的。其实我真的没有，我其实内心就只是真的，我内心其实很炽热，但是可能就外表可能让人觉得很难接触，但其实真没有。对对对，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证明一下，就是说，其实很多人包括组里，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他，很不容易接近，但其实就是说跟他接触下来，他就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一个人，尤其私底下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？编不下去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很好，就是人就特别好，就是叫什么那个词怎么说什么平易近人啊，对对对，可以这样去这样去说。就是最边合的地方，你们二位觉得自己跟角色差别最大的地方是什么？差别最大的无比本比虚兵本比，没什么差别了，其实有时候。啊，会有时候就会比较像撒娇那样子，其实是一个傲娇的一个感觉。对，我觉得区别最大的可能就是苏玉是一个实打实的学霸，但我真的不是。好，下个问题有点刺激啊，生活当中有没有被男生追求过的？目前还没有哎，因为其实都是兄弟，是都是兄弟。对，是这么刺激的话题被带过了。对呀、啊，二位的择偶标准。我觉得主要是对眼了就可以了。那个公司不让谈恋爱。问的都是致命的问题。怎么可能这个不好啊？都。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子、男孩子都 OK。就对眼了就可以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公司不让谈恋爱。公司也不让怎么谈恋爱。给保护谁更多一点？我觉得我们是互相的，没有说我保护他，或者说他保护我。其实他保护我的可能是暗里的，但我保护他可能是明里的。其实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双方的东西。保护的方式呢？我觉得可能就像我们结局一样吧，我愿意用我的命去保护他，但他也愿意用他所能做的一切去保护我，去救我。对，我觉得就是
很直接的一个保护吧，会让我直接贯穿到我的心里。生活当中呢，有什么样的吗？二位相处。生活中，他确实还是一个很照顾人，就正如我刚刚说的那个，怕打扰到我休息，用手电筒照着，我觉得很贴心，真的。因为那个徐斌的年龄要比炯炯小嘛，但是在现实当中，你们觉得是？还是我吧，我觉得是我，我觉得是我，彼此都是，我不管，就是我，自己是个，就是我，是你是你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那你们两个生活中会吵架吗？会吵架吗？不会啊，就我们是很那个很 peace 的一对，还挺和谐的一对什么？戏中无比就是更强势，那现实中。现实中我还是比他强势，我就那，耶、yeah。他也这么觉得吗？他必须这么觉得。好，这边轮不到他说话啊。看出来了。非常好，终于效果拉满了。无比之前是运动员，那初次接触拍戏有什么压力吗？这个问题实话说挺扎心的哈，就是说压力特别大吧。首先这一次，因为，正因为我之前是运动员，就是说可能接触这一行的时间它没有的那么的长，尤其像第一次演戏，然后起点相对来说又那么高，所以说给我自身压力是特别大的。所以刚进这个组的时候，其实前面几场戏演的都不是特别好，因为就是生怕自己演不好。但是很开心，就在我第一个组的时候可以遇到这么好一个大家庭吧，对，就是剧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，就对我们这一批新人都很照顾，很帮助我们。尤其像苏导，我们的赞老师，他们会教我们怎么去演这个人物，该怎么去诠释他。是，所以说这一次，学习到了很多，成长到了很多。那苏玉有没有给你一些表演上面的帮助？就我们私底下经常会交流，就是有时候我会去找他。不是，就因为我们在青岛后面，我们换房间了嘛，房间比较小嘛，然后但是我们还是会，因为他就住我隔壁，然后我们还会去沟通去聊，就比如说明天这场戏，我们可以提前在房间里面，我们会把词对一下，对。到目前为止，二位觉得对自己的表演还是算满意吗？我先说吧，我觉得不是很满意。